12.5倍大熱，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啦，咁啊前面快嘅馬內蘭位置最中意快啦，中間飛碎猛咁懟噶啦，響佢出邊有暴利如飛，中間位置紫色衫藍晚就係大眾勁居大愛當黃衫，仲有環翠戰士啊，馬林中間黃衫紅眼仔，仲有創紀錄啊，內蘭位置環保時代出邊粉紅衫咧，咁啊有火霸俠啊，咁啊再後邊嘅馬爪王烈焰尾四咧，尾三內蘭都市神話啦，咁啊尾二是必和利就黑色衫嘅，咁啊暫時電腦咧就嗰只標騎飛嚟噶。 好啦，過咗呢個千二米段柱，前面帶頭嘅馬就暴鯉如飛啊，第二位外邊啊環翠戰士啦，飛碎啊第三，第四位嘅馬咧仲有大眾勁區啊藍晚罩嘅內欄第五黃帽咧仲有醉翁二啊，出邊火霸俠咧就三搭望空將香帝六啊慢慢上咗去，再後邊嘅第七位啦黃三紅眼罩創紀錄啊，響出邊黑三咧咁啊判頓嗰只是必和利亦都上咗嚟，尾四位置環保時代，尾三爪王烈焰啊，咁啊尾二咧就係都市神話啦，標騎飛亦都過佢咁滯啦，好啦。 对面直路尾啦，前面暴鯉如飛仲系支嚟一个身位火霸侠第二位啊，咁啊第三位啦，内栏位置飞碎啦，出边大众劲区啦，第五位环翠战士啦，内栏第六位仲系醉翁二啦，响出边士必获利亦都上咗好多啊，好多层啊嘛，创纪录就黄衫红眼罩响尾五啊，咁啊出边见噶啦，有呢只咧就爪王烈焰，后啲只有都市神话嗰啲嘛，入正最后直路啦，前面火霸侠就走中间，入边暴鯉如飞都未散噶，大众劲区起晒咁追紧上嚟，内栏位置仲系醉翁二啊，外边冚上嚟噶嘛。 有爪王烈焰啦，出边都市神话，斗到嚟最后百零米，火霸侠支嚟咗个零米，身位大众劲区追紧上嚟，出边仲有爪王烈焰啊，接近终点，火霸侠赢出呢场赛事，跑第二名嘅马咧，有呢只大众劲区同埋爪王烈焰啊，需要影相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火霸侠都系抛嚟赢嘅，第二名嘅马咧。 十耀大众劲区有少少撇出嚟只马唔多，六号爪王烈焰逐步上嚟，第四名系最中意啊！莫雷拉今晚赢马，火霸侠早段啊顶住三碟啊，咁啊好彩入到嚟二碟赢埋，第二名嘅大众劲区。